我们意识到，如果我们不攻击弱国，他们正在杀死我们的人员、我们的后勤、我们的基地、我们的装甲车。我们不能安静，我们将为我们的同志报仇。我们看到一名降落伞的飞行员，我们会请他命令他们介入我们的业务。今天我们将在台湾岛取得胜利，以结束这场战斗。我们会杀了他，无论花费多少，我们都能应付，因为我们是报仇。我们可以用间谍无人机追踪他们。他们在车上使用防弹玻璃了吗？来吧，我们的武器装满了穿甲弹。好吧。等一下，我听到汽车引擎。发现敌方轻型装甲车，西北200米。锁定并加载，睁开眼睛。负三二一，开火。我知道如何打开它。先生，您确定他们调出了英特尔吗？只需检查一下并找到10号英特尔代码。罗杰，英特尔代码10。按住我试试看。先生，他们带来了英特尔，白色，代码10。好，获取文件并更改 Intel， 确保他们不信任。好的。将文件更改为空白文件。如果他们检查这辆车，将不会不信任和混淆。我们在敌人的区域。好的，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一切，即使如此微不足道。先生，我们完成了。士兵，请注意，敌军车队前往您的位置大约2分钟，如有必要设陷阱。收到。我们需要下车。在炸弹附近放置炸弹，因为它靠近地雷。我会去做的。
Sir, I've seen wrecked car ahead. Let me check. It's got shot from the right side. Trunk are open. Did the intel save? The intel still in one piece. Check it out. Is that the real one, Burnout? I seen 5 mines on road. We've lucky we didn't get through it. 红色区域上，将它们烧掉。真是地狱。Sir, there is a bomb. Get down.您确定这是真正的英特尔吗？我不知道，我还没看过。如果这是假的，我们将失败，因为他们将对我们发动另一次增援。太多不重要的数据，他们的妻子的照片。保持发现，当看到性感女孩时不要冻结。哈哈，很有趣。我不认为这是真实的，因为他们的防御力很弱。有道理。这是一种心理效应，如果防御力很强，敌人会通知敌人是否有东西，例如情报。找到了，指挥官的名字是马修·莫里斯将军，他将与台湾军队和美国第82空降师会合。098765号网格在玉山国家公园中的位置。情报局长报告，目标是马修·莫里斯将军，他将与台湾军队和第82空降师会合。098765玉山国家公园的选址。你可以拍照吗？带手机吗？他需要你照相。在路上。该死，我听到动作了。敌军在前方巡逻，他们仍然发现我们下车，不要动弹。区域清晰。让我们找到保险箱，离开情报室，他们会找到想要的东西。金司令官将与我们会面，他将在安全的地方向我们通报任务，并于第二天开始行动。哪里？我们必须回到敌人的后线，因为我们在敌人的线上。我仍在寻找 Jin， 如果该地点不安全，我们将移至敌军后方，不知道在哪里。我们的武器仍不适合任务。他们会让物流变得平静。好吧。任何方式。这个地方安全吗？我担心他们现在会伏击我们。蓝色派系主要集中在台湾东部打架，所以我认为这应该是安全的地方。因为在这个地方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只是茂密的森林，高大的树木。台湾人呢？为台北辩护，因为它是都会区或首都。Jin， 我已经看到了我们可以在那里休息的安全屋。那就走吧。哦。没有平民。按住不放，我们没有武装。别开枪。
指挥官。黑毛，他们来了。醒来吧。等待一秒钟，我感到疲倦的人举起。早上好，士兵们。他在哪里？在这间房子里面。太平洋盟友领导人 Matthew Morris 将军，他们会在这里集合。该死的，这是那个地方的最高点，并使得狙击手很难射中它。这是天才，但我需要你观察那些地方。您需要寻找一种方法来找到杀死他的好位置。小心，如果我们抢面，你会死，否则我们将输掉这场斗争。在此操作中，我将派遣其他无线电广播员，因为森林太茂密，很难被暗杀。首先观察他，然后找到要紧的位置。如果被发现，请尽快离开该区域。任何问题？锁定并加载。你准备好了吗？等待。好的，团队，你会掉到这里的。记得从这里找到500米高点，那里有两个无线电源在旁边站着。他们会帮助您找到这个混蛋。罗杰，了解。保持在低水平。好吧，让我们移动。击中敌人的狙击手，下来。保持位置，该死。冷静下来，我会找到他的。我一点钟见他在山上。他下来了。这很不好，我们必须穿越丛林，因为我们将不会被发现。只是来吧，不要保存在这里。真的我们要去这里吗？陡峭的。有一种方法可以上来。这个地方适合休息的人。先生，我们就位。过渡。这是荣誉及时广播员，他将帮助您找到目标并保护您。罗杰那条龙衣，我看到前方有许多敌意。他们在巡逻，我们在正确的地方。我在检查站看到两个人。我在塔上看到一个人。狙击手在地上。但我看不见塔楼里的人。愚蠢的基地收发器站。
有一个白痴像小孩子一样瞄准他的枪。一、二，两名警卫站着5.56毫米炮弹。好的，我会标记它。我们与目标之间的距离约为600米。罗杰，金，听着，我们会在这里住一晚以上。唯一真正的问题是任务将会失败。你还在那儿？一如既往。对，我在前方发现敌方护卫队两辆汽车，一辆装甲运兵车和一辆重型装甲车，可能是他。罗杰，那条龙一。直升飞机，该死的，他们出动了许多部队来保护那个混蛋。我会射击那架直升机，坠落后直升机会杀死他们。好的战术。我们必须集中精神，不要让他活着。不要怀疑我的技术，同志。我看到那个混蛋，该死的，他的后卫正在使用重型装甲。该死的直升机挡住了目标。我认为他遇到了另一个人。最后，直升机再次飞行，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混蛋。是的，他跟台湾军官说话。Evacuate our citizens, and we shall not fight arrive together. Safely, if not, or maybe Taiwanese lost will at become sea communist. Because they got shoot from Chinese forces. 我们现在应该杀了他吗？坚持下去，我们需要积极的身份，并确保不要误解子弹的方向。好吧，先生，目标在该地区，等待命令，出去。好的，您可以自由参与。收到。金稳稳地射击他，风向西，距离600米。我准备开枪。开火。
先生多少？负二级。走吧，走吧。他们发现了我们。我需要加强的东之一，他们太多了。我们被发现了，你不知容易吗？他妈的，信号丢失。协助，我们应该离开他们吗？他们会因为帮助我而死。他们来帮助并结束战斗，快来上车。龙一，感谢您的协助。不用的，谢谢我。
head out. Darkside copies all, go ahead. Message to Observer, Alpha 3 rounds, AT delay in effect, 3 guns. Bravo, 2 rounds, 2 guns.